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准备回老家，在去机场的路上。他老爸老妈现在在他姐姐家，他姐姐在广州，所以我们是先去广州待几天，然后再回我老家，再回湖南待几天。然后我们准备呢全程戴口罩。等一会儿在飞机上呢，我们俩决定不吃饭了，因为我们觉得在飞机上吃饭，他那个病毒万一落到饭里面，是不是很危险？所以我们刚才在出门之前呢，已经吃得饱饱的。给你们看我的包里，昨天临时买的，现在都买不到什么什么所谓的 N95 了，就只有这种普通的了，这是给女生和儿童戴的，比较小一点。然后大老贤那里还有。我们上飞机了，我靠，我现在的形象简直是难以用言语形容。我们到广州了，今天挺热的，我前面都出汗了，大汗淋漓，然后把行李箱打开，换了件薄一点的外套。落地广州了。你好做作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做作？看你再来。落地广州啦。到喽。妈。哎呀。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？哎呀还害羞啊，你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嘛，你说大家好，你要看着镜头。我跟你说了，你要看着镜头。妈呀，你的这个，你不穿拖鞋的吗？你的这个脚真的是太干净了。这是幼儿园小朋友的作业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天哪，我觉得我有种看不懂的感觉，怎么办？这个是什么意思？18减9。哦，我明白了。老妈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做这个莴笋。要切丝吗？切丝啊。这个是芹菜。这个是芹菜。最后要炒什么嘞？炒肉吗？炒肉啊。这是什么鱼啊？这是个太阳鱼。太阳鱼。是啊。还不是普通的鱼，是不是？这个鱼很好吃来的。哦。这是豆腐皮啊。嗯，这个是红菜派。我婆婆在强行说普通话。大老师，你之前视频里面好多人说想看你和你爸妈长得像不像，快点来看看，真正和大老贤长得像的人要出现了，近一点，像不像？一模一样的脸型。表演什么呀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的成名曲啊，快点。来，你自嗨一下呀！我到时候后期给你配个音效，好吧？不会让气氛很干的，绝对一点都不尴尬，就特别热闹的那种。快来！野狼 disco。1, 2, 3, 4。康桑阿弥达 ，music。错了，重来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菜给你们看一下哈。一个芹菜炒肉，中间一个童子骨，这边一个莴笋。大老贤爬上了这个儿童床。哎，你别这么躺。你别这么快就躺下来呀，你坐下来呀，你看你跟那个床上面的那个 Hello， 哦不是 Hello Kitty， 那个哆啦 A 梦好搭好配哦。哎，你坐下来一下，就像刚才那样坐下来一下，然后对着镜头比个耶。比啥耶？耶，快点。耶。吃饭喽，吃早饭。这是我的烫饺子，哎呀镜头都糊了。这是什么？酱油面。拍的是什么？酱油面，我咋没看到酱油？哎呀，被煮了。哇，中饭又做好啦！这个是鱼汤，这个是香肠吗？对。你看你们看大老贤的这个秋衣哈，被他穿成啥样了？那你别动，来个正面。没啥样了。你看他每次脱衣服都拽着这个这样子脱，搞得领子全部都穿成露肩装了。来，你刚才那个动作再来一次啊！有本事再来一次，快点晃啊！一天没出门了，我们现在打算出门逛一下，嗨一下，嗨毛啊！就是在小区里面
散个步，这个年过得真闹心。我们来到了这个卖金桔树的地方，好像广东人都有这么一个习惯，过年会买一棵放到家里，能寓意比较好吧。刚才问了一下价格，50块一棵，你们觉得便宜还是贵呢？这里是一些卖年货的，广东人非常喜欢喝茶。哇塞，他们在这个路边上都摆着，这叫什么来着？茶盘。以前我在广东工作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单位每个办公室茶几上都摆着一套茶具，没事就来来来来来来喝茶喝茶。这是什么？椰子汁。这是热的还是冷的？它是故意搞的这种，是不是干冰啊？这个鞋是我出发之前特意买的，我跟你们说特别舒服，给你们推荐一下。虽然长得我觉得一般般了，它下面的底是这种厚一点的，因为我原来一直穿的是那种薄薄的鞋，在北京穿的，反正也不穿出去。然后我想着这次要穿到湖南，我就买了双厚一点的。不知不觉又要吃晚饭了，来看一下我们的晚饭都有什么。这是鸡汤吗？对。然后里面还有红薯粉，这个是个鱼，里面有满满的鱼籽，是不是很爽？然后这是几个小菜，两个叶子菜，这个大好甜啊。开始打麻将了，中华民族的传统春节节目，这个牌瘾都很大。大家好，我刚洗完澡，然后我现在要护肤，因为这一次本来是打算奔波于北京、广东、湖南三个地方的，然后这三个地方的气温和潮湿度都非常的不一样，再加上过年大吃大喝嘛，我觉得我的皮肤很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，所以呢，这次我特意带了我这段时间非常喜欢的一个用于急救维稳的，非常适合问题肌肤的一个面膜，就是美极的这个纱布面膜。虽然这个面膜是前段时间品牌爸爸寄给我的，但是真的挺好用的，它依旧还是这种膜液分离的设计，用的时候呢，沿着它后面画的这个虚线折一下，然后捏住这个精华液，就听到噗呲一声，这个精华液就过去了，再按两下，精华液就把膜布全部都浸透了。这种设计呢，是为了让精华液里面的防腐剂添加的更少，就可以让你每次用这个面膜的时候它都是最新鲜的。嗯，你这么帅啊。走开。然后今天给大老贤敷一片，因为他的皮肤虽然确实挺好的，但是我就是想给他敷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脸有点干干的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它里面的精华液是这种乳液状的，就特别的保湿。我这个角度来给你敷啊，这样比较这样视觉冲击力比较强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忘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讲膜布了，你先等我一下。它的这个膜布叫做伊颜级纱布，它上面是这种交叉的网状，就是跟受伤的时候用来包扎的那个纱布很像。这种膜布它会比普通的膜布要更透气，更适合问题肌肤，而且也能让这个精华液呀在上面分布的更均匀。哎呀，你头怎么这么臭啊？好，现在我们给它敷上。你觉得现在贴着有那种有任何闷的感觉吗？没有。他应该没啥感觉，没啥感觉，因为第一次对，因为他是面膜小白。你在后面这样好像鬼啊，戴着眼镜的鬼，我靠。我皮肤状况如果不稳定的时候呢，除了冒痘，还有的问题就是摸起来会非常的粗糙，而且会比较外油内干，然后我就需要敷它，连续敷几片急救一下。他们敷15到20分钟的样子，我再来跟你们汇报哈。你自己先好不好？你像那个广告里面那样，就是特别享受的啊，这种仙调。哎，你别猥琐。我靠，你的皮肤在发光哎！我的妈呀，看侧面，你的皮肤真的是好上加好，真的是让人嫉妒。边拍边揉。
它现在的皮肤摸上去就细腻一些了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把这个扔掉。然后把我的现在也摘下来，敷完了之后皮肤会感觉就是摸上去特别的柔软。然后我鼻翼嘴角这边的有一些比较紧绷的粗糙的感觉，现在摸上去都好了很多。我跟你们说一下它的成分吧，也蛮值得一说的。它里面含有欧莱雅集团特有的三种神经酰胺，分别是神经酰胺二、三和五。这几种神经酰胺它是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去修护皮肤屏障的，而且它里面还含有高达95%的积雪草，可以特别快速的去镇定和舒缓皮肤的。总之我推荐什么样的肤质去用这个面膜呢？皮肤屏障受损的问题肌肤，有泛红发痒的问题，然后像我一样皮肤不稳定的时候就会出现粗糙啊、紧绷啊这种状况的，特别的缺水我也很推荐。今天是除夕，我给你们汇报一下现在的情况。现在这个新型肺炎来搞得人心惶惶的，本来是计划初三回湖南的，有可能不回了，有可能直接从广州直接飞回北京了。这一次的春节 vlog 计划会变很多，我本来想说这次春节先是在广州然后在湖南嘛，然后在广州可能可以出去参加一下广州当地的一些过年的活动，回湖南可以跟我几个闺蜜见面一起吃东西什么的，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每天就只能待在家里面刷新闻。我们这几天打算不出门了，这是我们的囤货，看看多么的壮观。不知不觉又到了吃饭的时候，过年就是什么感觉，吃完了一顿又是一顿，就感觉一直都在吃饭。看看我们的食物，这个是还是鱼，秋葵炒鸡蛋，我第一次吃秋葵炒鸡蛋哎。然后这里有一碗，一盆，不是一碗，是一盆非常接地气的鸡肉鸡汤。同志们，现在是下午4点钟，我决定呢要做一道菜，贡献我的一份力量。我要做一道西红柿炖牛腩。嗯，好听。首先，我们要来切肉。这样子，我这么一弄，然后你的镜头要马上转到那块肉上面，好吧？嗯。来，嘿。我喜欢切吃小块一点的。所以我会切的比较小块儿。在它还是冷水的时候，把这个肉放进去，等它煮开。好，这个血水煮出来了，可以把这个倒掉了。喂。然后把刚才捞出来的牛肉洗一下，牛逼吗？接着我们把牛肉炒一下，你要围观吗？围观也是5块钱哦。然后有一些调料，蒜头，还有八角，还有几粒花椒。放点料酒。好，我们加水，不要加多了哟。接下来把这个牛肉放到高压锅里面压，把它压软。有个牛羊肉的选项。好，它这个要压45分钟。那我现在来切一下西红柿吧。首先，我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人，吃西红柿一定要去皮，好吗？禁止一切不去皮的吃西红柿的行为，把这个烫一下就能去了。然后把西红柿可以都出来了，你看这个皮就自然的被烫开了，但是据说这样子好像会烫掉西红柿的营养，我也不知道啊，管它的，反正我一直都是这样弄。上下温，然后把这个皮剥掉。现在我们有两个西红柿，但这两个西红柿的
用途是不一样的。因为我想把这个汁搞得浓郁一些，所以呢我要把这个小一点的切成那种丁状的，它到最后呢就会榨出很多汁，懂我意思吗？就会让这个汤非常的浓郁。然后这个大的呢就切，你炒个菜需要那么多表情吗？啊，然后这个大的呢就切成那种像西瓜一样就大片一点的，就用来就是吃的。你们看这个就是切丁的，切成小块小块的，这个就是切成大块大块的。哇哦你快点看，这么多围观的群众，我今天真的是要发财了，来每个人5块钱交上来。哎，真有哎！放油，还搞了点调料先放进去。再把这个大块整放进去。好，现在我开大火已经开了有一会儿了，现在收汁，现在的汁已经汤已经比前面要少了，要浓一些了。好啦，我们可以盛出来喽。大功告成喽，年夜饭已经搞好喽，一个有8个菜呢。我们现在在拍全家福，耶，真的。来，我说3、2、1，然后我们一起说一句新年快乐哈。啊、现在是录像哈，来吧，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开始啦！兄弟姐妹都很多，其实也不错。这种情就难，也可以玩个痛快。你还去买烟的，你激动啊！现在大老贤一大早上的拿着的红包，凑到人家面前，求拜年，求拜年。大老贤这个样子，你赶紧双手给人家把红包递上算了。来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6、9、9、8，新年好，恭喜发财！哎，你要对着我说，舅妈在这儿呢，舅妈在这儿呢。再看一眼，人家不 care 红包，赶紧追过去，赶紧递给别人啊，赶紧塞给别人。来来来来，别客气。人家收红包的好像没有很开心哦。啊，你哪知道？刚盛早饭，好热。这几天每天早上一起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微博热搜看一看疫情。昨天晚上是我第一次春晚都没有，11点钟就睡了，没有看到12点。我以往一般都会看到12点的，感觉那个微博和春晚不是一个世界，就没有心思往下看了。嗯。没炸糊吧？可以你看看，这种是戴眼镜。你眼睛太小了，你上眼皮要扒拉开一点。它是一层东西，主要是上眼皮，你扒拉中间，对，正中间。这是不方便的。咋回事啊？戴不进去。哎呀，不行，你要把手指接近那个边缘。闭一下眼睛，然后扎眼睛，扎，耶，成功了一只。来，低点头，来，哥哥，我没钱。大
哎呀，又沾我手上了。好，好。采访一下你，戴完隐形眼镜之后的感受，对你表示感谢。然后呢？然后没了。我们这么出去不会被嘲笑吧？我们准备好了，准备要下楼了。我们这样真的好吗？会不会太夸张？拜拜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身体好吗？嗯，登机了。我你怎么跟小孩一样，一喊你就毕业拍照。然后飞机上要填一个这个旅客信息登记表。我们这一路都不打算摘口罩了，不吃不喝，一直撑到北京。那我们到北京之后再见吧。我们到家了。哎呦，我现在一脸的疲惫，我的妈呀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回家要做的几件事情，首先是脱衣服。那么脱衣服呢也是有讲究的，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脱衣服。脱下来了之后啊，然后这样子反着这么围一下。我是在抖音上面看到怎么有人这么干的，把它的外面包到里面去，然后呢固定的放在家里的某一个柜子，就是放外面的衣服。但是我这个衣服想给它洗一下，所以我现在直接把它扔洗衣机去。我现在要用水兑一点这个消毒液，然后把我们背的在外面背的包包啊、行李箱啊什么的都擦一遍。超级耐操。 Hello 大家好，今天是别动别动别动，来看一下，别压着我，搞笑好丑。今天是回到北京的第二天，我觉得后面这几天的 vlog 不能叫春节 vlog 了，应该叫做我们的独居日记。我们今天起床，现在已经11:30了，睡到了中午，磨磨唧唧的。我们等会儿去工作室，因为工作室就在我们家同一个小区，走一个地下停车场就到了，所以也不用出门。到工作室了，然后我们走之前，在工作室切了一半火龙果，忘记吃了。然后现在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火龙果变成了什么样，放置了6天的火龙果的样子是这样的。Hello 大家好，已经是晚上了，快8点了。今天一天我们啥都没有干，听别人说那个要囤粮食了，买不到菜了。然后我这个人呢向来就是跟风，没有主见。因为我今天在网上搜了下，可能也是过年的关系了，本来过年大家那些商贩啊商店啊都关门回家了，在网上搜了下，确实没有什么菜卖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都买了些啥。方便面、八宝粥。这是啥？哦，这个洗碗的。这个是那个啥，你们自己看吧。这个一些佐料，还买了一个电饭煲，因为我们家的电饭煲出了点问题，现在做饭老是做糊。还有洗衣液。好，进入另外一个 APP。 速冻水饺、速冻小馄饨、葱油花卷、鲜肉汤包、香菇菜包，然后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水果。红心火龙果2个装，20个，对，买了20个火龙果。然后再进入第三个 APP。 这里又是啥？老干妈、火腿肠、酸辣粉、挂面。我买完了之后就有点后悔了，尤其是那30多盒方便面，因为我平时不是一个经常吃方便面的人，我觉得有可能要吃到明年。你帮我扫扫地吧，你看我工作这里太脏了，你还可以运动一下。哎呀，脖子好疼啊！哦，脖子好疼啊！哎，晚上出去逛一下吧。你帮我扫我地是不是？你帮我扫扫地，那头脏。不是。你说你下一期内容全部都是两个人，你好，都是一天到晚在这么干，两个人互相完蛋。又开始进入状态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每次啊，你不管是看镜头还是看镜子啊，就是我能很准确的看出你进入一个状态的那个点，你知道吗？比方说你没有进入那个状态，你就是这样子的，你看我学你。但你进入状态就是这样子的。
走开，还舔嘴唇，我靠！你就是这样子的，来呀来呀，你对着镜头，你对着镜头说啊，一点都不像，一点都不像。来呀，把手机拿来呀，我帮你好吧，我帮你好吧。刚才大老神给我看这个视频，古天乐年轻时候的一些很帅气的片段，他看完以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怎么样，我跟他长得很像吧？而且很认真的说，他说他的嘴这一块还有酒窝那一块跟古天乐长得一模一样。你怎么拿自己跟古天乐媲美啊？你哪来的自信啊？我只是老了而已好吗？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超级帅是不是？让我们来康康年轻时的闲天乐。我说你这样就有点过分了啊。Hello， 现在已经是中午了，然后我昨天在网上买的一些东西，我不知道是买的是菜还是什么东西到了，然后我们现在的小区呢已经不让外卖员和快递员进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小区门口拿一下。天气好好呀，但是不能出门玩耍。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吗？哦，二十个火龙果。对，是的了。二十个火龙果在这儿呢。好了，把东西都拿进来了，给你们看一下都买了些啥。二十个火龙果，一盒蓝莓，还有一些香蕉，一盒草莓，还有三个西瓜。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西瓜，然后我觉得现在闷在家里面挺不爽的，应该给自己多吃点好的。三鲜水饺，这个是鲜肉小馄饨，白菜猪肉水饺，葱油花卷，还有一袋玉米，这个玉米是打算之后可以炒菜，然后还有两盒香菇菜包，这是一个鲜肉汤包，这边还有两盒鸡蛋。好，现在我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到冰箱里面去。现在是晚上啦，下午吧，下午6:20了，我们要吃晚饭了。晚饭呢就吃今天到的这个速冻吧，煮几个香菇菜包，再煮几个白菜猪肉水饺。还是哪里卖的那个一样的吗？就是跟便利店卖的那个香菇青菜包是一模一样的味道。为什么我的饺子蒸出来是这样子的画风啊？好吃吗？还可以。我们又到了好多快递。哎，电饭煲我看到了，这个是电饭煲，今天中午可以做饭了。应该还有方便面，还有酸奶，这个是两盒酸奶，也是为了保持我们的大便畅通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买了些什么。首先是这里买了切断的带鱼，颜值不错啊，小米的，白白的，等会你研究一下怎么用好吗？要把饭做上。它这个加湿器我搜不了了，我这一个冬天竟然都没有用加湿器，真是疯了。它就是从这里面直接倒水，然后它就会蒸发出来，然后它用的时候是没有就是水雾出来的，我觉得这个也是蛮神奇的。这是两瓶生抽和两瓶料酒，生抽就是买的这个牌子还蛮贵的，但是好像确实比其他的普通的要好吃一些。然后这个是料酒，最后一个黑芝麻糊可以当早饭吃。没了，都拆完了。今天做两个菜，第一个先做一个韭菜炒鸡蛋吧。
今天再做个带鱼吧。淀粉，放点淀粉。倒油。刚才我跟大老贤说我韭菜炒鸡蛋不应该放水的，结果他来一句有吃的就不错了，因为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做过饭了，对吗？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很满足了？对啊，开吃啦。形容一下两个菜不错啊，比我做的好吃。Hello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工作室的化妆台这里，哇，外面阳光出来了已经。然后呢，今天呢我也要开始营业了，然后现在我开始化妆。Hello 大家好，我已经化完妆并且打扮好了，戴了个帽子，因为我今天不想弄发型了。然后其实我前面还干了好多事情，就是我调了下相机，收拾了下屋子，把这个背景都摆好了，就跟以前是一样的。然后我把我要介绍的产品都放在这里了，这个是我要佩戴在身上的一个小蜜蜂，就是用来收声收音的。因为以前的收音都是直接用相机收，大不了就是在那个相机的上面连一个外接的麦克风，但是都不是特别清楚那个声音，会有一些对焦的声音啊，还有一些杂音，所以后来我就直接用这个收了。用它收音的优点就是声音真的非常清楚，就是外面的一些杂音会收不到，但是缺点就是因为它夹在领口这里嘛，我平时妆容视频还好，拍不到那么下面，但是像一些开箱视频，就是产品什么礼盒比较大的，需要把镜头拉得比较远一点，就会露馅儿，就会这里看到一个话筒就不太好看。腮红呢是这个彩妆盘里面，因为我买的是一个这个一整块的彩妆盘，不是买的单颗的，就是这个是贝玲妃的反恐什么反恐巾，我在说什么？贝玲妃的蒲公英，他下手绝对不会下妆，因为他写字不高，所以
最适合急忙的时候去扫一下。现在要做晚饭了，田小厨再次上线。今天晚上做什么呢？我们来吃面条，鸡蛋木耳面吧。按照孙姐之前的做法，我来试一下。首先要泡木耳，我还挺喜欢吃木耳的。起点青菜，倒两个鸡蛋，哇，这两个鸡蛋的颜色差好多。佐料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这个里面是蒜姜和小米椒，这个里面是香菜，本来应该还要有葱的，但是现在家里没有葱。木耳已经洗好了，我要把它切一下，这样会比较好吃。好了，大概就这么多吧。先把蛋煎出来。把青菜放进去一起煮，然后这是成品，刚才忘记放香菜了，刚才赶紧撒在了上面，有香菜就拥有了全世界。到了现在打麻将，你要拌一拌，拌一拌。嗯，刚刚加了点生抽，感觉更好吃一些，前面搞淡了一点，现在我已经快吃完啦。好了各位，这期就到这里了，更多甜咸独居生活敬请期待下一期，拜拜。